不锈钢板式高深拉栏安装视频，配件清单有平栏、主架、上滑轨、下滑轨、安装配件、弓形板、T 型门板连接件、安装附件、螺丝、塑料卡扣、安装螺丝钉。第一步，安装导轨。测量柜体上面居中位置，画一条线固定位置，线条左右两侧45毫米位置各画一条线固定位置，前面65毫米深度画一条横线，上滑轨安装孔对准线条，安装8颗4×14磁共圆头螺丝。内柜体下面测量方法跟上面一样，拉出下滑轨上盖，底部安装孔对准线条，安装8颗 ST 4×14磁共圆头螺丝。第二步，安装主架，把下滑轨上盖的螺丝先拧出来，主架对准前后2个孔上螺丝，中间2个孔上螺丝能更加稳固。主架高度调整至上滑轨高度一致，插入导轨，然后安装2颗 M6×10 金丝固定主架高度。第三步，安装 T 型门板连接件，在门板内上方预留40毫米，下方预留不小于90毫米位置划线后，安装 T 型门板连接件。第四步，安装门板弓形板，对准柜内上下滑轨插入，上下分别拧紧2颗 M6×15内六角金丝固定，将弓形板各用4颗4×12磁共平头螺丝安装在门板上下位置。第五步，安装塑料卡扣篮子，将塑料卡扣直接装在主架上，篮子平放装在卡扣上，安装完成。